哦，原来它有南屏万隆双轨化，所以48间改开往凤林而已。要不然平常都台东哎。我是高官列车长的110年5月19号双蛋双安蛋。20点13分走吧，这是48次将花东线，将北向凤林的布有马之将号哦，天佑。哎，泰鲁哥，泰鲁哥啦！天王102讲天王101，泰鲁哥只讲48次，赞。双蛋11谢哥，两蛋，拜拜。